这个，你拿这个。好。思源胡同。对啊。没有。思源胡同嘛。嗯。6层楼，那是6层楼。所以每次那个。 杨老师要出来，下面散个步什么的，真的太不方便了。对，那太不方便了，我觉得。其实老师住在6楼，我上楼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每一脚都挺沉重的，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一下就放慢了，可能也是一种紧张吧。 杨老师，哎，人呢？没在。哦，对，刚才孙坚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带杨老师下去遛个弯，然后时间有点晚。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就贸然进来了，先把花放一放。 留老师留下电话。对，好。呀，你们在这里也不叫我。哎、这个，我们已经看见你在这里出现了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我们蔡总。啊，潘明宪紧张的要命。真的。啊。 你认识他？我见过，见过他，对。你看他没变化吧？不是，认识啊？想起来叫什么了吗？小名叫什么？反正认识他。 还记得小的时候的样子吗？记得小猪眼还那样，没什么变化。对，1到6年级都是您一直带我。对对对对。妈，潘玉明是谁呀？就是他。我一看就认出来了。我。你在哪校？我啊，我后来是保送的育才学校。不是，现在你在哪上？我现在啊，我现在就。 就等于做演员了，就演电视啊、电影啊什么的。真棒哎！这种病痛会折磨到他，根本就是时空错乱，挺残忍的，侵蚀了他的记忆。你说人生最宝贵的不就是记忆吗？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学了美术以后，我后来虽然中学没有再继续强化，但是我觉得就后来特别迷这个。哦。我就解闷，我再累吧，就拿那个笔就快了。 我有时候拍戏
回去卸完妆，快3点了。我可能画到4点，或者写书法写到。这是你本的。其实我觉得潘粤明是一个心底特别纯粹的人，他的情感特别干净。他特别干净。其实，老潘特别简单。我给您看我这个画的这个，这都是我画的。对，不错呀。嗯，这然后印了本小册子，这出版的这个没出版，就是自己印的。挺好，你画的好。没有，就瞎画的，就。但我是您带我，这个学的美术嘛，您带我进入这个。这个，这你画当中我能告诉你。这是毛笔画的。是，哪怎么样画更好看？那太好了。猫啊，往弧线更好一点。这儿过来这么，这猫更生动。对，这鱼也是，鱼这别这么画。这么着这么画，稍微有点平的，不太平。对，这是尾巴这边，这你写的？我写的。还行。我觉得他们通过画画这件事儿，可能有更多的交流。这个时候是没有时空的。对，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小学时候的杨老师和小学时候的潘粤明。他们就因为画儿。你们俩找了人，我找了味儿。现在潘粤明在帮老师找小时候的潘粤明。什么呀？大橘子，丑橘。丑橘子。再画圆点，好多了吧？多画写上，对，多画以后，对，这口罩画的不错，口罩。上了一堂课，对，这其实就是最熟悉的味道。就是有时候熟悉的味道真的有时候是一道菜，有时候是一段记忆，可能就是他们现在这一堂课了吧。我觉得他们的时空已经回到了那个时候，六年级五年级，他一点没变呀，老师就说话嗓音啊什么都是这样。对，那会儿印象最深的就杨老师改我作业的时候拿橡皮擦，不对的地方全擦，然后一桌子都是橡皮那一墨，白画。杨老师在我眼里就基本没有什么变化，对，你一直记得他像母亲一样的这样一个老师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么多年了，30几年了，然后坐下来还是那个熟悉的感觉。你有孩子了吗？有了。有了，你看，老妈快点，咱们得过，得40岁吧？你多大了？我。听到没？挺大的。您猜多大了？他呀，他到了也就18、19差不多。年龄您猜的稍微差了几岁？1岁。是吗？我谢谢您，杨老师。差1岁。差1岁啊？没有，不差一岁。我说要翻个倍还差不多，是吧？就是年轻嘛，不是对他亲，他就是长这面小。我就在您面前永远都是小学生。对。我知道您爱吃鱼，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让您尝尝。哎呦，那才行！给您推送。已经说到鱼了。哎呀，鱼终于出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豆腐和鱼。行。
太夸我了。有对象了吗？有了。哦，一定很漂亮。哎。